大家好，我是胡歌。今天是中国医师节，祝所有的医务工作者节日快乐。我想对医生说一声，你们辛苦了。在无数医疗救治的空白之地，中国医者都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，留下了破冰的身影。我们对医生的敬重不会因为时代变迁而有丝毫褪色。世上没有岁月静好，只是有人为你负重前行。